大家可能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今天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大家见谅。莫名其妙的，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发烧，然后到今天早上才退烧，所以我到现在一直身体还挺虚的，你们应该听得出来，就是那个。 对吧？以前我挺活泼的，整个就是没力没怎么力气嘛，就晚上一直在捂着出汗，希望大家谅解。所以我一直认为演出其实就是一个战争，开始了你退不了。 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情况，有各种各样你无法控制的事情，哪怕你再怎么保护，再如何，它都会莫名其妙的来一下。但是这也是演出的乐趣，就是生活的不确定性，我一直认为是生活最大的乐趣。对，我们一个演出要。 涉及很多的人，就像这场演出，有七八个公司或者组织在参与这个事情。那么，你们所看到的是每一个组织的每一个人工作的结果，而并不是我一个人，所以谢谢他们。